为纪念许悲鸿先生逝世六十三周年，廖静文女士逝世一周年，北京曲剧《许悲鸿》专场演出将于六月二十一日、六月二十二日在天桥剧场举行。演出现场每天下午两点半，百位书画家将在现场挥毫泼墨、即兴写字作画，展现中国书画风采。 同时向徐悲鸿先生、廖静文女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。大型北京曲剧《徐悲鸿》是由北京市曲剧团创排，首次将徐悲鸿的艺术形象展示在戏曲舞台上。该剧截取徐悲鸿从抗战时期到解放前后的几个生活、工作和感情片段，聚焦徐悲鸿的家国情怀，将徐悲鸿的传奇人生形成一篇篇抒情散文，展现在舞台上。新华时报北京报道。